啊。好，我们继续开会哈。我们进行今天的议程，首先请这个提案人哈。请他报告事项，报告一下，报告，宣读报告事项。宣读报告事项。宣读报告事项，本院议事处100年1月10日函，未请本会审查本院委员曹尔宗等22人拟具《发展观光条例》第27条条文修正草案案，经提本院第7届第6会及第14次会议。报告后决定交交通委员会审查。好，接下来我们请提案委员曹委员欧中来做提案报告。主席、毛部长、各位首长，大家好。本人及那个孙大千等22位委员，针对着观光。发展观光条例第27条条文，那个做提出修正案，最主要的是，原来我们在观光，发展观光条例第27条这个原条文中，旅行业的业务的范围，那个如下：接受委托代售海陆空运输事业之客票，或代旅客购买客票，那非旅行业者不得经营旅行业务。但代售日常生活所需的这个路上这个日常所需路上运输事业之客票不再实现，那表示说日常生活所需应该不是旅行业务，它就可以做排除的规定。那当时可能并没有人以空中或者海上作为日常生活所需的，所以说只限定路上的这个做排除，显然是不符合现状。现在在国内中石那个西部干道这个部分，这个飞机减少了，但是还是有人，特别是离岛的，那以作为这个日常生活所需的这个空中飞航也是很多。那海上现在像台马人这些，也逐渐的变成说不仅仅是观光或者旅游，也成为日常生活的交通工具。所以说我们希望帮这个能够纳入，特别提这个案子啊，希望各位委员那个支持。其实我们在1月5号的时候，我们本来就想进户二读，但是有那个旅行业者啊有持不同的意见，所以说我们就缓下来，就希望再做讨论。当我们现在也已经跟旅行业者做过商量，对于这个日常生活所需，希望能够限定在国内，我们也可以接受，希望大家委员能够支持，谢谢。好，我们提案人提案报告完成。那个，我是不是我们请交通部毛部长及就委员提案的部分呢做说明？简单了哈。主席、各位委员、各位女士、各位先生哈，今天应邀列席贵委员会就曹尔宗委员孙大千委员等22人拟具的发展观光条例第27条修正案提出报告，请各位委员指教。本案是像刚刚曹委员报告，是源自利荣航空公司跟统一超商合作，透过 iPhone 多媒体机提供民众订购国内机票并代收机票款服务，此类购票模式为网络电子商务服务的延伸跟时代的趋势，未来机票的销售不透过中间人之商业模式将成为常态。唯因发展观光条例第27条明文代售海上空中运输事业的客票乃专属旅行业许可范围，实有必要重新检讨该条例的规定。同时本部也要求观光局适时向旅行业者说明跟了解趋势，与时俱进，创造可获利的商业营运模式。就曹尔宗委员、孙大群委员等22人拟具发展观光条例第27条修正草案，本部基于提供旅客更方便多元化定位付款服务乐观其成，相关说明敬请参阅本部说贴。以上报告敬请各位委员指教，谢谢。好，那个部长已经针对委员提案说明完成哈。那个观光局要不要补充？简短哈。我们是建议条文修正，就是限缩是国内
非旅行业者不得经营旅行业务，但代售日常生活所需国内海陆空运输事业的客票不在此限。好，接下来我们进行委员这个询答的程序哈。首先请朝委员耳中发言。好 ，OK， 好，那请坐。接下来请郭委员文成发言。郭委员文成发言。郭委员文成不在现场。接下来请罗委员苏磊发言。罗委员苏磊发言。罗委员苏磊不在现场。接下来请郭委员荣中发言。郭委员荣中发言。郭委员荣中不在现场。接下来请叶委员宜津发言。叶委员宜津发言。叶委员宜津不在现场。接下来请杨委员仁虎发言。杨委员仁虎发言。杨委员仁虎不在现场。接下来请杨委员立环发言。杨委员立环发言。杨委员立环不在现场。接下来请朱委员宏志发言。朱委员宏志发言。朱委员宏志不在现场。接下来请王委员姓南发言。王委员姓南发言。王委员姓南不在现场。接下来请李委员洪金发言。李委员洪金发言。李委员洪金不在现场。接下来请简委员赵栋发言。简委员赵栋发言。简委员赵栋不在现场。接下来请吴委员医生发言。吴委员医生发言。吴委员医生不在现场。接下来请廖委员国栋发言。廖委员国栋发言。廖委员国栋不在现场。接下来请陈委员庭威发言。陈委员庭威发言。陈委员庭威不在现场。接下来请丁文守中发言。丁文守中发言。丁文守中不在现场。接下来请彭委员邵景发言。彭委员邵景发言。彭委员邵景不在现场。接下来请孔委员文吉发言。孔委员文吉发言。孔委员文吉不在现场。接下来请黄委员伟哲发言。黄委员伟哲发言。黄委员伟哲发言。黄委员伟哲不在现场。接下来请林委员炳坤发言。林委员炳坤发言。林委员炳坤不在现场。接下来请林委员德虎发言。林委员德虎发言。林委员德虎不在现场。接下来请翁委员金柱发言。翁委员金柱发言。翁委员金柱不在现场。接下来请刘委员盛良发言。刘委员盛良发言。刘委员盛良不在现场。接下来请管委员碧玲发言。管委员碧玲发言。管委员碧玲不在现场。接下来请赖委员世宝发言。赖委员世宝发言。赖委员世宝不在现场。接下来请黄委员赵顺发言。黄委员赵顺发言。黄委员赵顺不在现场。接下来请卢委员秀燕发言。卢委员秀燕发言。卢委员秀燕不在现场。接下来请郑委员金玲发言。郑委员金玲发言。郑委员金玲不在现场。接下来请卢委员嘉诚发言。卢委员嘉诚发言。卢委员嘉诚不在现场。接下来请张委员庆忠发言。张委员庆忠发言。张委员庆忠不在现场。接下来请陈委员苏慧发言。陈委员苏慧发言。陈委员苏慧不在现场。接下来请蒋委员乃馨发言。蒋委员乃馨发言。蒋委员乃馨不在现场。接下来请习委员耀昌发言。习委员耀昌发言。习委员耀昌不在现场。接下来请黄委员仁书发言。黄委员仁书发言。黄委员仁书不在现场。接下来请赵委员丽颖发言。赵委员丽颖发言。赵委员丽颖不在现场。接下来请马委员文金发言。马委员文金发言。马委员文金不在现场。接下来请中委员邵和发言。中委员邵和发言。中委员邵和不在现场。接下来请蔡委员锦龙发言。蔡委员锦龙发言。蔡委员锦龙发言不在现场。接下来请江委员义雄发言。江委员义雄发言。江委员义雄不在现场。接下来请杨委员琼英发言。杨委员琼英发言。杨委员琼英不在现场。接下来请郑委员如婚发言。郑委员如婚发言。郑委员如婚不在现场。接下来请郭委员素春发言。郭委员素春发言。郭委员素春不在现场。接下来请侯委员彩凤发言。侯委员彩凤发言。侯委员彩凤不在现场。接下来请潘委员孟安发言。潘委员孟安发言。潘委员孟安不在现场。接下来请吴委员青池发言。吴委员青池发言。吴委员青池不在现场。接下来请会委员洪泰发言。会委员洪泰发言。会委员洪泰不在现场。接下来请田委员邱锦发言。田委员邱锦发言。田委员邱锦不在现场。接下来请廖委员宛如发言。廖委员宛如发言。廖委员宛如不在现场。接下来请李委员协章发言。李委员协章发言。李委员协章不在现场。我们委员登记发言的哈不在现场哈。这个发言完毕。杨委员立环哈刚到现场哈。他有我们为了尊重委员哈。这个杨委员立环好，简短的哈。好，谢谢。请杨委员立环发言。
主席、部长，大家好，麻烦主席请一下部长来。部长。好，请马部长。部长，那个五羊啊、哦，事故太多了。五羊事故太多了。那个跟今天昨天晚上又倒下，你这个每一个人在中山高开车都害怕了，是是是，只要在这个路段就太，对吧？好不好？是。我想这个跟委员报告哈，实际上昨天晚上我就到那边去了啊，到那个工地啊，那么这个我注意到的问题，基本上这个问题呢，我会把它变成一个通案来办哈、啊，就是说我们施工单位将来，我们施工单位对于这种所谓假设性工程啊，就是说施工期间，等一下他在发言，没有啦，等一下让我发言。你尊重委员会好不好？他现在在发言，他现在发言。你先把前面的处理好。等一下，等一下，他发言，他等一下发言完了嘛？他发言完了再讲嘛。照顺序来，刚才只有一个人可以开始开会啊。哎，那请等一下，等一下他发言完了再请那个。那我们照原来，因为刚只有一个人，怎么开会呢？你等一下，请他发尊重杨委员发言。那我暂停好了，我暂停好了。以后再跟大家说明，然后看大家。那个叶委员，叶委员，来，你给主席这样子啦，因为我也觉得不妥，因为我们匆匆跑过来，我们都好，因为刚刚在现场就只有曹尔忠委员。你先针对你要没有没有，我这样我要求就重新开始，我们还是照原来的，因为我这样我减少我的发言时间啊，我还是要12分钟。好不好？我等一下，那你要不要发言？你现在讲，我问你，你要不要发言？我要12分钟，我才要发言。啊，那现在休息啊。
才关注，就是说，我以前也要让你搞，是啊，搞农业完。